啊，我们现在开始测喷油器的蒸发生成，把喷油器固定好。用 DS29。27的加长套筒，有力扳手，把喷油器警报拆掉。OK。警报。油嘴，还有油嘴针，啊，这个是一代的喷油器。一代的喷油器的话，在测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它的弹簧取出。重新放入这个中心电，也是奈茨的 B15，放入。准备拿检具，这个需要使用3号测量表座，把表装好。用归零座。把表归零，也同样需要校对。如果不正确，重新再归零一下，再校对一次。好，数值一致，开始测量。我们测量的位置是中心电，就是奈茨的 B15 垫片平面到喷油器油嘴接触的平面之间的距离。显示数值是297微米。再来一遍，297微米。大家要记住，这个是负的，中间电要低于油嘴接触的平面，297。博士的要求，博士的标准要求，每种喷油器的型号要求可能会有所不一样。本款喷油器在300微米是正确的。油嘴蒸发生成测量结束。